而且都长得好高好高哦。嗯，它们啊都是五六十年前从外地引进树种，在这里种植的热带林木，由于对本地的环境很适应，所以啊个个长得又高又大的。啊，已经种了五六十年了，那它们都算是阿公阿嬷级的树木咯。对呀，所以这片位于美浓溪上游两条支流汇集地带的热带树林，被称为双溪热带母树林。当初啊，种来希望供人工造林做参考的树种，现在呢，只存97种了。但是其中却有三分之一是台湾仅有的稀罕种类哦。哦，也就是说，这里有许多种树在台湾其他地方看不见的，那应该要好好保护哎。没错，这片热带母树林呢，不论在教育、观赏，或是种源保存和学术研究上，都很有价值呢。何况树林里面还有许多珍奇的鸟儿栖息着，在树林所守护的双溪溪谷地带，更是著名的赏蝶地点，被称为黄蝶翠谷。小朋友，高雄美浓地区的黄蝶翠谷，因为每年都会经历两次让黄蝶盛大繁殖，形成蝴蝶满山遍野飞舞的自然景观而得名的。它可是全东亚地区唯一一座生态型蝴蝶谷哦。但黄蝶啊，整年都会在这个同一个地区里栖息呢。哎呦，这么说，他们很偏爱这片谷地咯。到底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呢？吸引力在高高的树上啦，走，抬头看看。树上没有新奇的东西啊。哎，有些树正在开花。我知道了，总是这些小黄花引着成群的蝴蝶飞来吸蜜。花朵固然很受蝴蝶欢迎，但真正吸引它们的其实是这种铁道木的叶子哦。因为淡黄蝶的幼虫正是以铁道木的叶子做食物呢。想不到日据时代为了制造步枪枪托，而在双溪谷地间广为种植的铁道木竟然成为幼蝶的功臣。加上这里的气候温暖少雨，谷地又避风，还有溪流提供水分，很适合蝶类栖息繁衍，所以每年一到繁殖季节，总有大群的淡黄蝶涌进谷地边，保吸水分和花蜜，好维持体力来进行求偶之舞。而后雌蝶在铁道木的叶子上产卵，等等孵化成幼虫，幼虫吃叶子长大变蛹，又会羽化为蝴蝶咯。它们就这样生生不息的绵延下去，也使得这片谷地成为景象最生动最缤纷的蝴蝶天地了。
河在溪边吸水和飞舞的蝴蝶总是成群聚在一起，哎，这里不愧被叫做蝴蝶谷。其实啊，黄蝶翠谷群蝶飞舞的自然景观已经一年不如一年咯。据说啊，以前往往看到几十万只蝴蝶一起飞舞呢。可是近几年来，由于铁杉木被大量砍伐，溪水又受到污染，影响到蝴蝶的栖息和繁衍，于是数量就慢慢减少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蝴蝶谷恢复以前的景象呢？改善环境有没有用啊？当然有了，还可以利用人工协助，在这儿重新创造适合蝴蝶生存的环境嘛。我懂了，譬如可以多多种植铁杉木，这样淡黄蝶就愿意回来了。应该说它们又有繁殖的生命力了。小朋友，我们想要帮助蝴蝶，就要先认识蝴蝶哦。在蝴蝶谷附近还有一处蝴蝶生态农场，我们这就到那里去上上课，先对蝴蝶的生命历程做一番了解吧。这就是蝴蝶生态农场啊！果然有好多蝴蝶哦，它们准是被这些花花草草吸引来的。不止这么简单哦，何况还要想法子让他们愿意在这里繁衍后代呢。小朋友，这会儿蝴蝶生态农场已经很成功的利用人工养殖的方法繁衍出许多蝴蝶咯，而且啊还特别设计了一套课程来引领大家认识蝴蝶呢。走，一起进入蝴蝶生态教室去看看究竟吧。蝴蝶生态农场的吴佩君老师正在给一群小朋友上课前解说呢，我们就过去加入他们吧。吴老师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蝴蝶好，我们也来参加你们的活动好不好？好。吴老师还发个本子给大家，做什么用的？哦，这是一本观察蝴蝶生态的研习手册，希望小朋友能够这个手册的引导自己做观察，并且在手册的空格上做记录，最后把有关蝴蝶的知识带回家哦。嘿嘿，回家以后最好还能时常翻阅手册做温习呢。没错，好啦，我们跟大家一起随着吴老师到自然生态教室去上蝴蝶课吧。谁鉴定教室一定得是个房子呢？这层网室啊，完全依照适合蝴蝶生长的自然环境做布置的。我们在这里照样可以见识到蝴蝶的成长阶段和种种生态习性哦。所以它跟教室一样，是个可以学习的地方。网室里好多花哦，难怪引来这么多蝴蝶。对呀，因为蝴蝶必须吸食花蜜来维生嘛。以后知道了，只要多种花就会有蝴蝶光临。那可不一定哦，我说过不止这么简单的，因为啊并非所有的花朵都对蝴蝶有吸引力，
许多蝴蝶对食物的色香味挺讲究呢，所以啊，想要种花以节，必须投其所好。像眼前这几种开花的植物，就是经过调查统计之后发现最受蝴蝶偏爱的蜜源植物哦。是这种胡麻大白斑蝶的翅膀花色既单纯又醒目，加上它体型大又飞得慢，所以总觉得处处见到它。不过它倒是观察的好对象哦。大家翻开研习手册，翻到第八页，试着用彩色笔为胡麻大白斑蝶着上正确的颜色吧。嗯，真是好模特，瞧他乖乖停着让我们画呢。这样画过一遍以后，可对他印象深刻咯。哎，这只蝴蝶怎么不吸花蜜啊？它停在叶子上做什么嘞？对呀、啊，这只蝴蝶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不妨留心看看。哇，好漂亮哦！可惜不认得是哪种蝴蝶。哎，你们不是带了蝴蝶图鉴来吗？现在用上啦，赶快拿出来当场查一查嘛。嗯，看它的样子，很明显的是一只凤蝶哦。对哦，它的身体是红黑两色的，翅膀也以黑色为主。下翅的边缘有一圈红斑，中间还有大白斑，它肯定大红纹凤蝶了。不对哦，再仔细看看翅尾状的图形上，并不像大红纹凤蝶那样有红色斑纹嘛，而是全黑的，所以它应该是红纹凤蝶。蝴蝶不在花上栖息，却停在叶子上做什么呢？也许它只是稍作休息，也有可能它是弯着腹部在产卵哦。蝴蝶飞走了，拿出放大镜仔细看看，它在叶子上留下什么东西呢？哎呦，是一些好小的颗粒耶！我知道了，那是蝴蝶的卵。对啦，每一种蝴蝶的雌蝶选择产卵的植物各自不同哦，那都是独家指定的，好让从卵孵化出来的宝宝有自家的招牌食物可吃。这些被列入蝴蝶食谱的植物，我们一概叫做食草。啊，原来这个蝴蝶就是从小小的卵里面孵化出来的呀。这样看来，刚孵化的蝴蝶一定也很小哦。对哦，要过一阵子才会长成大蝴蝶。小皮，怎么连你也糊涂啦？其实从蝶卵孵化出来的只是蝴蝶的幼虫，等幼虫蜕皮几次定蛹之后，才会羽化成蝴蝶的。
在蝴蝶生活史上的四个阶段当中，要以成蝶时期最好观察，因为它的翅膀大而美丽，而且活动力强，总在花间翩翩飞舞，由不得我们不去看它呢。而其他三个阶段呢，情况就恰好相反咯。老师，请问要怎么观察蝴蝶的卵、幼虫和蛹呢？它们在哪里？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第一个，我们看看它这个既然是蝴蝶喜欢的植物，要幼虫在上面活动的话，它一个虫食痕迹，就是它吃过的痕迹哈，它的叶子都被吃得光光的啊，表示这附近呢，往往可以找到它的虫的活动的地方哈。那这边就有一条毛毛虫，怎么样？哇，这条毛毛虫不但身上没有毛，还活得绿乎乎的，好可爱哦！我查过图鉴了，这是大琉璃纹凤蝶的幼虫，最爱吃山异叶的叶子哦。这种乱层植物叫做马兜铃，它就是另外一群凤蝶幼虫的食草哦。找找看它们的踪迹吧。这里在叶子上有好多石痕哦，一定有虫。啊，我找到了，它的样子可就不怎么可爱咯。这样才能吓唬鸟儿啊。这种红纹凤蝶的幼虫和它的亲戚都有类似的装扮哦。我还看见蛹了，模样比幼虫好看多了。在叶片上再仔细找找，喏，还有卵呢，像不像一粒橘红色的小珍珠啊？哎呀，我发现这个毛毛虫的样子挺可怕的。啊，对啊，其实可怕是可怕，但是还是很漂亮，对不对？其实所有的虫呢，它是都没有毒的，你可以摸摸看，轻轻的摸一下，它的刺都不会蜇着的。啊，这个是警戒色，颜色非常的明显，叫警戒色，就像我们斑马线一样哈。警告你，我这是不好惹的。不，我偏要惹惹看。吴老师说的对，它身上的肉刺都是软的，根本不会蜇人嘛。以后可知道吗？只要轻轻的动手，就可以跟蝴蝶的毛毛虫亲近哦。吴老师，我们又怎样亲近蝴蝶呢？我们也可以用手摸它们吗？啊，当然，如果是说我们能够了解蝴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亲近它们。比如讲，啊，这是一只蝴蝶，啊，那你如果说你去抓它的话，它一定会掉，啊，然后它会受伤，不然它就没有保护的功用，它也不再这么漂亮了。啊，所谓保护功用就是你没有磷粉的话，它会吸水，所以就下大雨，它就掉到地上来，翅膀也没办法打开。所以最好是不要去抓蝴蝶，原因在这边。蝴蝶的翅膀上如果少了磷粉，不但不防雨水，飞行的时候还很容易被蜘蛛网粘到呢。即使能用力挣脱，也活不久咯。地上还有好多蝴蝶的尸体哦，原来那么漂亮，现在却要化为尘土了，真可惜。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的美丽留下来哦。那种方法叫做蝶拓，请吴老师教教我们吧。好。蝶拓主要还是想保存蝶翅上的五颜六色。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把一片蝶翅粘在一块胶纸上，然后把翅脉轻轻揭掉，胶纸上就只留下磷粉的痕迹了。
再把有磷粉的胶纸贴在我们的研习手册上，并且在旁边布置一些花草做装饰。好啦，这就是今天拜访蝴蝶的纪念咯。蝴蝶并没有猛烈的攻击武器，却能够在自然界存活了数百万年。你知道他们是凭借哪种法宝吗？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们很会飞呀？鸟儿飞得更快啊，何况幼虫又不会飞。对哦，那哦，我知道了，因为他们很会躲啦。算你对吧？想想看，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蝶和虫来说，他们施展出哪些躲功呢？哦，最厉害的是枯叶蝶，它伪装枯叶的颜色、形状和斑纹，还吸满鸟儿的眼睛呢。孔雀蛱蝶却是突然张开翅膀，露出蛹状纹来惊吓鸟儿，再趁机逃走哦。竹麻大白斑蝶可就没这么勇敢了，它都是用假死的方法骗人，再趁人不备飞走了。它的幼虫倒不会这样漏气，因为它那身警戒色就是最好的免死牌了。嘿嘿，这么说，大琉璃纹凤蝶的幼虫只要一伸出触角，警报就能熏走鸟儿了。深红粉蝶的幼虫用的就是双重护身术了，一方面穿一身绿衣裳隐身绿树丛里，另一方面呢，又伪装成蛇头的模样，好吓唬鸟儿。小朋友，我们今天在蝴蝶生态教室里，一下子看见了这么多翩翩飞舞的蝴蝶，实在是个难得的景象。这全是蝴蝶生态农场研究的心血哦。希望大家从欣赏，并而认识，并而珍惜。也希望台湾的天空能有一天再恢复这种秀有的景观。我们下次再见吧。